去医院之前，我想先把一些之后的工作先完成。我今天拿到这个香砖了，那他有做很多香氛蜡烛，我们有一个礼盒，它就是有叫做雕像蜡烛，非常香哎。然后这个是你可以直接挂在衣橱上面，它是为特别为 Daisy Cole 设计的，上面就是有我的名字 Daisy 雏菊，然后配上一个小天使。再来，我想要分享的是这边就是有我进了一些新的耳环。那我新的耳环，我想要拍一些新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些魔马柱，这个就是现在上层有在买的阿波罗。这个应该是挂项链的，但是就是把它拿来当拍照的装饰这样子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就要开始拍，我等一下开始拍香砖的礼盒，然后今天就会开始上架。好，那要开始工作了。我在 packing 我们要去桃园威斯汀的行李。那这次去桃园威斯汀呢，是我想要记录我36周的肚子。现在是倒数18天，就是我排剖腹产的日子，剩下18天了。所以我现在在 packing 一些我的东西，这些都是衣服。Happy Saturday！ 今天真的是很难形容，应该是说我的运气一直都很好，就是我没有我的食欲很好，我的食欲 OK， 然后也没什么吐，也一直到现在36周可以吃，可以走，可以运动，一切都很好，但是就是睡不好。今天要去桃园。然后昨天晚上都没有睡觉，因为现在肚子越来越大了，然后就越来越难受。我昨天去克兰斯的预购会，就是为了这一瓶。这一瓶我大概擦，现在擦了大概10几瓶吧。然后那个柜姐看到就吓死了，就说你怎么擦了这么多瓶？因为我拿那个空瓶过去，就是他们现在可以回收，这也算是一种不浪费的方法吧。然后说你怎么差这么多，然后我说对，所以我现在肚子还蛮光滑的。化妆的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就要出发了。去桃园大溪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去英特老街逛逛。对，我现在用的这一盘，你看这一盘，这两个是我最常用的颜色，现在已经都被我用凹了。真的不敢相信我一晚上没睡耶，真的是躺在床上，然后就觉得为什么都睡不着呢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到早上。因为我38周就要剖腹产，然后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倒数，所以我偷偷订了3跟6的气球。然后在疫情的这段时间呢，我非常推荐 NARS 的，涂上去呢它就是干会干掉，然
然后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颜色去上那个唇膏。说戴口罩之后它非常非常不容易掉，除非你在你吃东西的时候吃热汤。是疫情戴口罩之后最喜欢用的一款唇膏，然后擦也超方便的，超简单。怀孕我另外一个就是脸变超大，大概从不到三个月身材还没开始改变的时候脸就开始大了，然后后来我把头发剪短发现脸更大。有好也有坏，就是每个人的状况真的不同。看啊，变成这样都有色差了，然后也不能染头发，就变成这样子。靠近一点，我喜欢打个打个什么 highlight。它这个蛮方便的，就是你只要一打开，然后选温度，它上升温度超快的，大概只有几秒钟吧。我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虽然一整夜没睡，精神这么好。哦，对，这是他们买，那个夹子送的梳子，我觉得超好用的。梳了之后，我觉得就是头发会变很顺。Thank you.